奖是一个对于明星来说至关重要的奖项，而我们粉丝甚至比明星们还要着急。若是能够获得金鹰奖，应该是对于演员莫大的肯定了。不知道您有没有去投给自己喜爱的明星呢？而这一次的金鹰奖，原本大家都以为冠军非老胡莫属了，但是却半路被一位当红流量小生截胡了，将胡椒粉们都惹恼了。没错，他就是拥有高人气的李易峰。自从他凭借一部古装剧火了之后，就一直备受粉丝喜爱。李易峰近两年也一直尝试突破自己，这一回的男演员投票还在热烈进行中，胡歌跟李易峰两人的票数一直不相上下，目前胡歌排在第二名，而李易峰多了7000票数暂居第一，还有几位小鲜肉也入前十了。不过截止投票时间还有十来天，不知冠军花落谁家。女演员这边的竞争也很激烈，迪丽热巴跟杨紫两人脱颖而出，热巴一直位居榜首，而杨紫是后面才穷追猛打上来的，不过也比热巴少了20000票，还在第二位。听说最近杨紫还到处让别人为其投票，也引发网友的热议。一个好的演员当然需要有演技才能够有信服力。